lindo.三晚阿蛇冇嘢做啊，搞到连便衣阿蛇都玩埋抄牌。便衣系做神秘工作，主力打击严重一级罪案，估唔到连抄牌都要抢嚟做。抄牌一向系咖啡佬或者军装阿蛇做，而家连便衣阿蛇都玩埋一份，内部肯定有抄牌上位指引。抄得多业绩多，上位越快。而家大都会案件，阿蛇又唔敢真系去捉，难上位啊。唯有抄牌上位易啲，听讲啊，2024年业绩要14亿以上，车主们你哋要辛苦啲啦，阿蛇上位靠晒你哋。